乐红烧，素食激情。今仔真欢喜嘛，真恭喜啦吼！咱拿来向啊，这个林木川吼木兴桥哦，今仔终于动工啊吼！那云林县政府这个建造的工程吼，就由云林县政府来重新发包吼，啊重新建造吼，所以今天呢，非常感谢。不只是设计建造哈，云林县政府跟林内乡公所合作，最重要我们要感谢嘉义行善团哈。嘉义行善团在云林县哈，也是讲铺桥走路哈，不计其数了哈，所以我拢爱用感恩的心情。啊，同时这条桥哈，会当哈啊，整个的桥梁哈，所有费用超过千外万，拢总是咱嘉义行善团哈啊，透过所有咱在啊善心大德哈啊，一块钱一块钱豆豆捡起来哈，但是伊嘛发挥上界关的这个价值哈，啊，这木兴桥哈，今挡透哈，阿贝来兴建哈。今天呢，我们见证茂兴桥它的从过去到现在，那以及呢未来，我们也期待一个崭新的茂兴桥，然后继续为我们的乡民乡亲能够付出，让我们在挂孙娜还是说在开搬运机的时候，在通过这一座桥，甚至是我们的游览车要到我们的林茂村的东玄宫去挂香那能方便。用路人，所以呢，在这边特别的感恩感谢，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张县长以及我们嘉义行善团的付出。哪来方便加速前进？